我减困就紧来啊，就是爱早来晚到啊。因为咱纯粹拢袂晓，要来学的，足用心学的。袂晓，袂晓，上重要就是吼，爱有信心，对家己爱有信心。我在安尼有教的，也够有教。我七十岁，上年的分秒拢无空过。我无体悟遐侪，唔对我，我唔甘休困。干净凉爽。啊，这样要读书吼，困难度就来啊。干那要学一粒心，就无一步啊啦。是这个菩萨的。来，我请问一下吼。问来问去，常常问，有时阵到半暝一点啊咧，读这音。跟我做功课同款，我这间也无认真，过来没有机会了。十几年来吼，咱无识上无好做，就是啰嗦。用时间来甲伊陪伴，安尼做起来就会水，就袂安尼苍苍苍苍。这就甲做人的道理同款，讲话咱也无收哦，就会有时阵讲话讲出去，哎，去人伤着哦，安尼后边我就知，我就紧收敛，达达讲无要紧。做人做事就甲做工课拢有关系，息息相关。你有做有深入去，你才有法度去体会，安那无无啦。啊，来延期就是什么原因？杂念减少。因为所有的精神拢爱紧灌溉做功课，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？袂老人痴呆，我无少时间，无少卡手，甲当作讲哦，遮咱搭着天光哪有闲，就紧来看看，好，看看，倒下若无无见的哦，甲见见好，啊，咱就来转安尼。